淡的涩涩的甜甜的轻轻的小小暖暖扭扭慢慢来自 postcard 寄满了心疼的霹雳哈。我是阿妹徐世慧，那阿妹的由来是我妈妈给我的昵称，那到现在住在花莲已经超过30年，在玩音乐算是很早了，小时候就开始在合唱团里面跟着大伙一起唱歌，后来到花莲之后就这么的有缘分跟一位做乐器行的老板结婚，之后就整天都腻在音乐里面，那很开心的这几年下来的一些音乐的发展，今年可以拿到入围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，如果要对阿妹来给做一个注解的话，真的音乐就是我的生活。其实比你们因我没分语言，一当年其实不晓得汉语、印尼，不过只要中意，只会去关心韩国团体，也是印尼歌手。其实比就要想要建立一个客家音乐集体。我觉得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，会有一个很好的，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焦点。所以我会希望客家音乐往这个地方去发展。我们如何在这上头打破这些尘封的一些给别人的想法，给别人的概念，我们客家好像就只有应景，客家好像就只有山歌这件事情，甚至再讲的更多一点，就是可能我好像就是拿锄头戴笠帽，我觉得这样太沉闷。其实客家有当到发条的地方，没有当到讲讲的地方，都在去发现。第七世纪的年中，台湾系亲自合作比世界客家音乐集体的。我在这里已经发展的这么的好，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品质了，那我如何让这些事情能够散发出去？那我需要一个基地一样，然后培训也好或什么都在台湾，然后慢慢的去推广出去，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的客家音乐是多么的棒。太天阳云通长，田一刚无浪秋荒场。我自己的名字叶志松老师，从事教育工作呢40多年，有点退休，为了要推广这个客语，推广母语，所以呢我的文学作品，尤其是客家文学，它是我的多元的，透过作曲家写歌，美术家用书法来写我的诗，就是画家将我的诗做漫画，将插图，我就是把我的人生的，我的想出来的每一个文字、每一句话、每一句诗，都当作是一块钱。那么一块钱一块钱的累积起来，要存在我的存折里边。我的存折就是一本一本的书。杨玉琼先生常听讲，自家无法度用钱来留下笔天数，不过具有1000多的人生经验，知识的累积、诗的累积、感情的累积、爱的滚滚的累积，在文字里边，那么这个东西累积起来就是我的一本存折，献给我可爱的故乡，献给我所有的我身边的我们的乡亲与朋友，来给他们的人间的温暖留下更多更多美好的一种回忆。客家话不但只是语言，更加是1000多年文化的传承。我们把祖先的语言文化的特点传到了现在，如果我们把这个语言丢掉了，把这个文化各种的习俗宗教的祭祀都丢掉的话呢，人家外国人问 Who are you? 你是谁？你说我是客家人，可是你都不拜拜啊，
你都不讲客家话，你让人家怎么相信你是客家人呢？因客家话呢，客家话基本讲呢，有西海太平安五种，西烟、海料、太普、牛品、烧安、四海大平安，还有哦，永定、丰顺、河婆、东埔、宜兰、法典、台东、东埔街客家话同西埔冇用用哦。在那边冇用用呢？第一个我哋会讲西海强嘅客家话，西海强就系讲西烟、海料。融合强哈，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混合语，就是有两种腔调特色都有。西海强哈，爱爱去解路，没有你安样讲，爱爱去解路。听一个呢，卷舌音啊，先做开篇个卷舌音动清楚，我两篇摸清楚。隔壁讲爱想壮，先做开篇讲，我两篇呢。爱想壮、不卷舌的。我们花莲县四大族群，结果现在呢，外省人慢慢的消失，然后客家人也慢慢的减少，可是还有八个客语重点区还是在推广客家话。我研究客家话已经30年了，我老实说，乐在其中，乐在其中。客家人始终低呀，不忘老祖先的教示。忠义的人，忠诚好子，做良天师，朴素甘甜。我身为凤林客家子弟，所以对凤林客家精神啊，客家文化传承，当然很注意的。所以我在2014年的时候，写了一本叫做《客家凤林小镇》。那这本书里面前半部啊，大概是写凤林的历史地理的，后半部是写客家的文化，里面把客家的风俗啊、客家的饮食啊、客家的信仰啊写在书上，希望它在凤林能够传承下去。凤林高中孟公草老了国营高中有当成的演员，当年地方文化馆当当地的兴起，凤林人希望起一个地方文化馆，故说老旧的日本式屋的改建。那校长孟工厂主要的目的啊，是希望透过我们校长孟工厂来参访的人，了解人是靠教育翻身的。那我自己年事已高了，一命不长，所以能够做的事情大概也不多了。可是我们想说，一个读书人总有一个使命，传承文化是我的责任，这样，所以我现在还是想继续再写一本日治时代的花莲历史，这样。